再重新准备要出门去景点走的时候，在门口巧遇一样是从台湾过去玩的游客，这几位大哥大姐。OK，很幸运在这边遇到几位大哥，他们也是从台湾来的。那我还有们，一个老表哦，还有老表也是江西的，一起来的。就是，来，大家打个招呼，来，我现在是陆云，对，再一次，这跟我们一起住在同样的酒店这一栋里面的。OK。饭店旁边，我把它放到我的 YouTube 上，没关系吧？没问题。非常开朗的几位大哥和大姐。OK，大家早，我是阿周。一早起来，目前所在的这边是通远门，那后面这个门槛的地方，等一下我们就到里面走走逛逛。看到明显的标志了，禁止携带宠物入园。我现在不是宠物了，不得宠了。这边就是有点喘，让我喘一下。这就是城门哈，以前的，现在变得好多重庆城城墙故事鬼。这是通远楼，看一下，那边是鼓楼巷。很多游客都在这边拍照，打个卡。
我们家的第一女主角也是自己在玩自拍。刚刚阿周呢走了一趟通远门这个古城墙，整个的感觉走起来不会那么的累，有机会大家可以到这边走走逛逛，不过建议要这种天气凉凉的又不热又不冷的天气。好的，这支影片是阿周在通远门这个地点所拍摄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同时开启通知，我随时都有更新的影片。我下次影片见。